今天要讲我并无形亦非心合，这个是问疾品里头的一句经文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封面图，您想它会代表什么意义啊？封面图，陈嘉伦，你随便找个位置坐。这边还可以有位置吗？那边还可以有位置。陈嘉伦，第二排，对，坐在那个旁边。好，来 ，1, 2, 3, go。今天王富忠因为临时他们的单位有一点急事，他的夫人去哪里啊？苗栗开会，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同方向的，但是两个人同时都会迟到啊。好，来，我们来赶快来啊！等一下，我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就是如果您是新人，还没有加师傅的微信，我建议您要加师傅的微信。为什么？这个极度重要，因为你光是上课听课，你不知道怎么践行啊。其实佛法最困难的就是践行，你没有践行的话，你必然落到名相套名相，那是没用的。为什么？名相套名相就是共高我慢的前奏，你以为你都会了，其实你什么都不会，对吧？所以加师傅的微信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可以看到觉轩成员师傅怎么训练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那你也可以加进来，就是说师傅也会训练你怎么践行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无比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要鼓励你们加师傅的微信。那有些人会鼓励你们呢加微信，就是你持续来到课，那但是你们也会发现有些人持续来到课，但是师傅没有让他加到，他也有微信，他也有加是微信的好友，是师傅的好友，微信好友，但是师傅没有传每天的开示文给他。为什么？他是学生啊，他是道课学生啊，然后他也他也有微信，他也都道课都没有问题，但是师傅没有传那个给他，传信息给他，随便猜一下嘛。你们干嘛大小事都要想那么久？你想那么久代表你都在逻辑思维，你都在二元对立，那是没用的，真的没用。为什么？陈嘉伦，你想为什么？其实我实在不晓得为什么。好答案。对，就是讲你心里要讲的话，这就叫直觉思维。为什么我没有加那样子的人？我没有把他纳入到，就是固定的，要转发的信息给他，因为他的思维，还是太负面嘛，太负面。你看到师傅怎么开觉轩的弟子，他会起烦恼啊！我干嘛让你起烦恼啊？对吧？觉轩的弟子，你看他为什么进步这么神速？进来三天就可以写对比回应文，进来十天可以接引到人，然后进来十二天他已经晋升了，人家为什么都做得到，对吧？很重要的是觉轩就是高能量，你在外头做不到的。有一个人已经退休的人要加进来，哦，那个口音真的很非常非常的重，我。他用音条跟师傅联络，我播放给那个蒋丽华听。蒋丽华说：“我这个是需要翻译。”我说：“要翻译什么？”他说：“国语翻国语了，完全听不懂。”以前老和尚河南人嘛，对吧？他也到我们寺院去，拜大悲忏，然后老和尚大悲忏完了以后会开示一小段，他一句都没听懂，他就说。哦，你们老和尚那个完全听不懂，可是师父可能跟老和尚的因缘，师父对老和尚的那个国语没有障碍，完一句都没有，否则师父怎么
当他的侍者啊，对吧？但是我说的那一个人要加进来的哦，那个四川话哇非常非常重，然后我就说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我说决心很严啊，而且那个训练的节奏很快啊，他说我已经听闻了啊，所以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加进来，我说你会不合格，你很快三天就被我开除掉了，他说即便我会被开除的话，我还是心甘情愿，但是我一定会赶上。我说那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赶上，他说我现在已经把闹钟调好四点了，早上四点，我说你刚进来五点就可以了，他说没关系，我四点我就可以起身了。我说那你还有你要训练你的思维啊，要不然你都一直都是用什么二元对立嘛。他说我每一个我都会写，我每一个回应文我都一定会写。对，你看他就已经打听清楚了，他要跟上训练节奏，对你们有帮助嘛，对吧？你不跟上的，我问他为什么你要跟上，他说我这把年纪了，我再不跟上的话，他说我的生命力太脆弱。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很容易一点就着嘛，一点点小事他就冒火了，他说生命力太脆弱了，他说我一定要加进来，结果他现在已经存活一天了啦我就不知道他会存活几天了，但是他的心是特别感人，真的特别感人。对，好，所以为什么要鼓励你们加进来那个觉轩的，就是加了师父的微信，你就可以看到师父怎么调教弟子嘛。弟子思维不正确的时候，我怎么扭正他嘛，对吧？然后我怎么用实力告诉他说，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嘛，对吧？你在课堂上才两个小时，好吧，我们两个半小时，能讲多少？都已经讲很多了，但是还是沧海是一粟，太少了。你要看到怎么践行的话，你一定要加师父的微信，然后你天天看师父怎么调教我的弟子，对吧？觉轩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团队哦，对，完全没有生意色彩。师父的那个大公无私在觉轩平台可以展现无疑了，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而且很重要的，觉轩展现的是什么？平常心是道。二六十中就是。二六就十二小时嘛，然后十二小时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就是24小时，也就是你24小时的行住坐卧都必须是道，叫做平常心是道。那道是什么？道是什么 ？1 2 3 go， 樊其伟，道是什么？可以进，师傅啊，师傅 ，on R V R home catch 啊，那个，道是什么？忘记。好，这边有人知道道是什么？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讲吗？大道至简，真理平凡吗？对吧？道是什么？道不就是中道吗？中道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很会背名相嘛？中道实相，你们都背到滚瓜烂熟，用脚趾头都可以背嘛，对吧？那为什么不知道中道是什么？道是什么？道就是 logos， 就是理则。道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超越二元对立嘛，所以叫它中道嘛，对吧？但是你日常生活你做不到啦。有一个网友他就说。师父，我知道什么是超越二元对立。我说你知道没有？因为你完全做不到。他说，那要怎么样的可以做得到？我说你必须要加入觉轩，你需要训练啦，要不然你就是用你自己的那个业障，你哪有可能做到超越二元对立，对吧？你看谁也不顺眼，你怎么做到超越二元对立？完全不可能。这就是觉轩的特色啊。好，然后。
来回到这个图，你要讲这个图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想那么久嘛，对吧？但是我给你一个暗示，就是说每一次讲这个图的时候，你要紧扣这个主题嘛，你不能天马行空嘛，对吧？好，来 ，one two three go。这边已经考倒一题了，这边赶快来加油。啊，还有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加微信的，他还有林柔，还有王富忠，他们三位是加微信网络的圣职人员，你们可以去请教他们哦。对，好，还有谁还没加啊？徐静文老师加好了吗？哦，他很聪明。高国文老师加好了吗？哦，下课再加。OK， 好。哦，郑碧云老师他没，他可能没有智慧型手机，对吧？没有，对，没关系。他是超脱的一位，掌声鼓励一下。好，来，赶快把握时间哦。One, two, three, go！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需要想这么久吗？对吧？随便讲嘛，你扣住那个主题就可以发挥了嘛。来 ，One, two, three, go！你不讲我，那我不能再浪费时间嘛，对吧？你看嘛，我病无形，我的病没有形，但是也不是跟心相合。这个心是指什么心？指什么心？这个心指的是阿赖耶识那个心，叫世心。所以世心是虚幻的，所以他说我的病也不是跟阿赖耶识结合起来，不是阿赖耶识投射出来的，那是虚幻的嘛，对吧？那除了世心以外，我们还学过有什么心啊？还有什么心？天天不都在讲，周周都在讲，不是本心，学法无益。本心指的是什么？对，本心是指的是终极本质。所以维摩诘大居士他说，我的病没有形，但是请你别误会了，他也不是心投射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维摩诘大居士他是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我拿这个当作心，然后这个旁边有很多你们也看得到这个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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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代表跟我的病相关的连结，有可能是跟我的肉体相关嘛，对吧？比如说我肿瘤了，那就是跟我的肉体肌肉的那个密度有关系了，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肌肉的密度也是受到心的影响。这个一点一点一点的连结，我要阐述的是，它可以跟身连结，它也可以跟心连结。其实看你的病，精神疾病跟什么连结？跟心嘛，对吧？但是受苦的还是身受苦啊，对吧？精神疾病的人，身体也是受到摧残嘛，对吧？所以这个点儿就很重要，它是有相关的，所以。我师父用这个来形容我的病，虽然无形，但是它不一定是心里头的投射。他要讲的是两个层次，就是说，如果从现象界的层次来说，它就是有病痛吗？然后有相关的因素来导致我病痛吗？对吧？但是他说这个不是心的结合，是因为。他要讲的第二句就是，我始终是站在终极本质讲经说法，所以你站在终极本质来论病的话，你有病吗？你当然没有病，是不是？所以这一句话要献给现场很多我们的大的朋友，我们的同学，他是有病苦的。你一定要像那个维摩诘大居士一样，就是你一定是要从终极本质去体悟到你的病是可以超脱的。
你如果没有站在终极本质去体悟的话，你就会现在陷入什么因果律，你就会陷入哦，我的身体是因为哦疫情的关系，所以我染病了，各种原因让你生病，那你就纠缠不完了嘛，对吧？所以维摩诘大居士他是大智慧者，他就讲，你是不需要陷入现象界去看你自己的病，你应该要时时立即在终极本质。结果你是没有病的，是你太在乎你的身体了，你太在乎这些条件导致你要生病了啊！师父会有精彩的那个阐述哦。好，今天没有新人嘛，对吧？啊，所以美女是已经三堂课了，对，那我们这来复习一下。我要求的重点是什么？现在你们都很会念这一个啦，对吧？因为师父说这个比较不容易念嘛，梵音版，所以你们就把这个都背得很熟了啊。结果就很少人会念这一个，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强调这个。你看师父的教学确实是非常有方法的，师父不是叫你死背这个，师父是在游戏当中先。先让你看到三秒教的不堪一击，对吧？然后完了以后就开始训练你们，你们现在发言以前你都得要念一次这个，对吧？结果你看全班全胜啊，没有一，现在有没有人说我还不会念这个？不会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师父厉害的地方，这里应该有掌声嘛，对吧？对，师父有太多的方法，太多太多的方法，所以文殊的思维是既深且广且活泼，对吧？每一个材料他都可以拿来用，而且帮助大家都很快乐在学习嘛，对吧？好，那热烈的掌声我们要献给三位领导人兼风文督导，还有朱一春执行长、阮桂良副执行长，还有全球直播的资讯组同仁啊，以及基金会所有的工作同仁，我们献给大家妙吉祥如意，感恩大家到课啊！妙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无上，就是清净，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好，五色旅平安手腕，刚刚已经有人来请了两个了啊。好，哎，结果你今天没有文殊八字真言吗？哦，你看这个人就是，所以三秒教最适合。我提前准备，结果出大纰漏，对吧？对，所以我常常说她是中线力的姐姐呢。好，今天就原来是有两个人要来分享嘛，对吧？王富忠他会晚的，那看他晚到几点。然后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我们这个训练呢、哦，已经升华到生命实践了、哦。你不要上台来又在自我介绍，然后又在做心得分享。No， 那个不是，那是错误的啊。你需要直击要害，就是说你需要是让大家看到，你来上课，然后你学习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践行出来，所以考验的是日常践行的能力。当然你没有心安定的话，你上台去你就半句话你也讲不出来，对吧？而且时间管理，今天是您吗？好，那因为我们原来是安排王富忠跟高国元老师，那高国元老师推迟到下个礼拜啊、哦，我把这个讲一下啊、哦。这边你还是要讲，就说你的道客的因缘，这一定要很短呐。比如说，我是蒋露华接你进来的，那蒋露华跟我介绍师父，就说师父是非常幽默的授课，而且用最浅显的文字语言，让你可以听得懂。哦，这一点很吸引我，那这就很短嘛，30秒绰绰有余。重点在这里，你要阐述你自己的主题内容。我们现在的主题内容已经进步到一花一世界了嘛，对吧？还有你的生命实践的功夫，还有你为什么可以持续到课，它的动力在哪里，还有你利他的觉醒，然后最后你需要有觉醒，
有期许啊，所以师父就为了要帮助大家，你不要再跑题了，你一直在都在做什么我来上课，然后我怎么觉醒，那个不是现阶段的重点，现阶段的重点在这里，你要怎么现阶段是一花一世界嘛，对吧然后这个我们学习过了嘛，对吧佛陀的开示他说日月星辰都在其中，红字代表你要套上你自己的生命的情境，对吧？像江明珠他就讲我要讲的是茶叶的故事。好，那所以日月茶叶都在其中，都在宇宙当中嘛，对吧？没有阳光，叶子茶叶不会长大，然后没有雨水，叶子也没有办法生长。然后红字哦，红字，你只要讲红字，因为这其他都是辅佐的。所以我觉知到整个宇宙的万象就是在茶叶的生命故事里头，然后呢我要感叹整个宇宙万物其实是昙花一现的，因为一个茶叶可能只存活5天10天，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是非常短暂昙花一现的所以我在我的这个描述里头我也感受到你我他的生命都是昙花一现的，再来就是你我他都是同一本源所以如果从量子力学或宇宙全息观的话，我们就可以证实你我他是在更高的维度的空间投射到三度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此，而且从来也没有舍离过，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可能进步。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是佛教最深的道理了，这是真，这来自华严啊，华严经已经非常深了，这个在讲一花一世界，一就是代表终极本质，一世界代表什么？宇宙万象，一即一，也就是一切，一切宇宙万象也就是一，是讲的非常深的，是讲终极本质跟宇宙万象的关系。所以要你练习，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时时刻刻体悟这一点，否则你也只不过是传统学佛而已你没有进入文殊 的领域是不是？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练习然后我排了时间，你看时间在下面。好，接下来下面一张，你看师父已经排好时间了这个讲因缘只要讲30秒，然后这个 开场视频这另外一回事，你看到时间吗？释圣贤要示范，师父有如神算，就知道是今天会开天窗，所以师父就排了自己，我来示范王富忠抱歉了，我怎么能够把他打成王富忠下个礼拜我们就请到高国元老师，还有王慈锦大美女谁负责提醒他？林柔，你待会提醒王慈锦，他会晚到，因为他从苗栗赶过来再来12月10号，是10号吗？16号，蒋若华跟唐祖立，因为唐祖立他很优秀唐祖立他们贤伉俪，一个在东丹，一个在西丹，他的夫人在东丹现在不敢看我的那一个就是，真正的文书在那很严了，他说你今天就得要报告了，对。好，他们贤伉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你看他的才师是第一名，而且不是只有今年你看嘛，师父这么穷，对吧？还要为你们贴什么1000啊、2000啊什么？师父没钱就是靠他们在护持嘛。当然还有啦，像比如张惠珍也是长泰基金的成员，陈文杰跟林忠雄都是但是非常持续、非常自省、
的是他们显抗力啊、哦。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哦，还有江桂芳也是我们的那个、大护法，他们显抗力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很少发言，你看到他们很少讲闲话啦，口舌是非零，这是你们一定要学习的、啊，对吧？一个团队，一个课堂，最怕的就是口舌是非，所以。一定呢，不要因为仗着自己乐捐很多、扶持很多，然后讲各种闲言闲语。每一次你要讲闲言闲语，请你看到唐祖立跟那个王宪化啊、哦。我为什么排唐祖立？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你记不记得上一梯次是我们在讲道课分享，那个时候唐祖立讲的好不好？特别好，而且他是。转折的一位，就是说他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很害羞嘛，对吧？不敢讲些什么。他以后大家受到他启发啊，就是很放轻松了，知道要怎么来处理这个分享的事情，所以师父就把他安排在比较早的啊、这些都是比较早的嘛，对吧？好，然后补考人江明珠，请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可以补考？还是你今天就要补考了吗？你今天不补考哦，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对吧？你此时来报告王副中会晚来这样子、哦。对，好。那啊，你排在蒋露华后头 ，OK， 好，那就是23号，12月23号哦，好，好的，师傅帮你排上去啊。哎、欸，错了，好，这里，师傅要示范，你应该要怎么来，来做分享啊、哦。你还记得师父的主题是什么？每个人主题都不一样啊。江明珠的主题是什么？茶叶的生命故事嘛，对吧？然后师父的主题是什么？师父上课的时候有，是老师、学生、课桌椅，要有三个嘛，三个元素嘛，对吧？是，所以我不变换主题，我还是。用老师、学生、课桌椅来讲我的生命故事，就是我来这儿教，我要先介绍我自己嘛，对吧？我是圣玄法师，北京大，哎，你没有计时啊？对啊，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圣玄法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我在我们基金会教书已经有14年了。我非常感恩有这样子的因缘，让我体悟到老师、学生以及课桌椅其实都在同一个宇宙里头，都在其中。没有老师，课开不成；没有学生，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精彩。所以我借由这一堂课，我感知到整个宇宙万象都在这个课堂里头，你可以感受得到吗？你感受不到，好，继续听下去。我要说的是，整个宇宙万象你怎么感知到？我们昙花一现，为什么呢？九点到的时候，我们都鸟兽散了，对吧？课也没有了，老师、讲师也不见了，学生也不见了，这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真正的不存在吗？没有，量子力学教导我们，所有的物质，以粒子的方式来存在的话，它让我们看得到，因为占有时间、占有空间。可是如果不以粒子的方式，像我们这个课堂都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学生，还有老师、课桌椅，都是以波动的方式、能量的方式，存在着，是存在在同一个宇宙里头。所以我们说，我们只是昙花一现，是代表
我们没有用历史的方式让大家看得到而已。我需要郑重的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是同一本源。所谓的同一本源，是我们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是如如不动的终极本质。所有的宇宙万象都是由同一个终极本质遇上了你我他的造作行为而演变出来，老师、学生以及课桌椅。所以这么深奥的佛教义理，各位大的朋友，你只有在我们这个班上你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同学从天上下凡来，然后我们一起在圣玄法师的领导之下，我们共同勇往直前迈进。感恩大家。有吗？有超时吗？没有，我听到你的按，就是还有30秒，29秒，对，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你应该要有体悟嘛，对吧？而不是只是来听听课。师父希望看到你更多的成长嘛，因为你成长起来以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没有烦恼，你去像师父一样嘛。即便我 Kenny， 我还是没烦恼。怎么知道啊？我 Kenny， 我有烦恼，我现在已经好几个癌症死掉了嘛，对吧？所以这就代表，你看师父70几岁还能够生龙活虎。那代表什么？我照样在 Kenny 啊，对吧？那为什么我 Kenny 我自己不生病呢？因为那就是大爱，是高能量的大爱，是捶打你，是因为你也可以跟释迦牟尼佛，你也可以跟诸佛菩萨一样证悟成佛。但是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你有可能迷失了，在自己的业障当中，所以你懈怠了，共高我慢呢、啊。但是你屡劝不听吗？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屡劝不听吗？张建斌，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的亡灵，亡灵，你如果要请师父来，做七七佛事，师父当然绝对的乐意嘛，对吧？可是你需要给师父什么？乐捐收据，还有只有乐捐收据吗？左上方要写名字，还有呢？跟亡灵的关系，就这样子吗？还要写回向名单，这都还不是最重要。你需要往生日嘛，对吧？对吧？最重要的往生日你都没写的话，我怎么知道这个亡灵现在处在临终中阴，还是实相中阴，还是什么，还是投生中阴，对吧？这些都讲过 N 多遍了。我们的张建斌大德上个礼拜他没写，对吧？上上个礼拜他提交给师父，他没写。然后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讲说，你没写我怎么帮你做七七佛事，我没有办法帮你七七佛事。他就说，哦，这个很容易啦，很容易，我查了就说，哎，很容易，你为什么不写啊，对吧？是呢，所以你看，像他就写了嘛，对吧？上个礼拜下课的时候他就写了，师父也没有为他乐捐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刚好不方便嘛，这就是他的因缘嘛，不是吗？我讲过了，我不方便的时候，有可能我没有办法为你乐捐1000块啊。像刘小玲，我这次只为他乐捐500啊，为什么呢？我就不方便啊，对吧？然后我也没有为这个亡灵乐捐啊，为什么？我确实不方便嘛。你要知道啊，师父每一个礼拜要乐捐多少啊？昨天乐捐多少？63000，没哦，我对对，我确实是向他借钱，借了30000块，我没钱，对，6万多都还是很少的，有时候7万，有时候10万，对，8万，对，那我没钱了、啊，对吧？我没钱我没办法了，那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因缘，这讲过都 N 多次了。
你不照做，你要照做的话，你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总 total 才50,000多，对吧？好像是50,000多，对，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宽松，这个礼拜就没办法，这就是因缘。所以当你面对像这样子的因缘的时候，你不用抱怨我，我也没办法。这个就是随顺因缘嘛，因缘谁造作的？你自己造作的嘛，对吧？吴春兰也是啊，他十月份提出他的那个表哥往生，这一套程序，你需要写往生日，你需要写你跟亡灵的称谓，然后你需要到楼下去乐捐，拿着乐捐来找师父，做七七佛事。为什么？这就被他学教乖的嘛，对吧？以前师父都没有要求你们一定要到楼下去乐捐，但是就这个人随便丢了一个亡灵叫孙月的来，然后师父说：“哎，那孙月已经圆满了。”他说：“啊，什么啊？对吧？完全都没概念，对吧？”我要讲我吴春兰也是嘛，也是犯同样的错，对吧？师父10月18号就替他的亡灵乐捐，他到10月21号才把乐捐的收据给师父。你看嘛，你就教不乖嘛。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来讲，当你业障很深重，当你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辛苦，当你的刀口朝外的时候，文书就是用捶打的，要你正视激怒你，然后捶打你，让你看清楚自己的不堪，这就是文书法教嘛，对吧？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蒋荣立的那个回向名单哦，因为他是新人嘛，对吧？我就拿他的例子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你写回向的时候，你一定要写清楚。他这是后来今天我才让他补的，他本来是写三个人的名字，然后没有称谓，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跟蒋荣立他是什么关系，完全不知道。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师父的回向必然有效，你的回向必然无效？因为你就是写了一个 list， 然后就念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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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了就中午的全球大回向就没了。师父不是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你写称谓？你跟这个人什么关系？我不是不相信你，是我要观想，因为这个人我根本不认得嘛，对吧？我要观想你跟他的关系，我要观想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你，会提报这个人，一定你跟他有深深的因缘嘛，对吧？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江桂芳他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就是在长岛嘛，对吧？然后也护持师父，师父不认得他，透过江桂芳大菩萨给他简介师父的那个教化，还有师父的修行的境界，所以他也扶持觉西轩。然后他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师父每天都为他回向。10月18号的时候，我突然继续为这个人乐捐。然后21号他来上课的时候，我说：“哎，这个人他的那个癌症有问题了。”他说：“对对对。”他说他早上才从美国打电话给我说，说他要换医生。我说：“你看，师父10月18号，早几天师父已经知道了，赶快为他去乐捐。”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啊，完全不认识，根本就连见都没见过。靠的是什么？请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为什么师父这么精准就说这个人有问题了？我如果告诉你你有问题，多少次我讲张慧珍，你张怡经有问题了，对吧？哪一次不是被我逮个正着？为什么？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啊，张怡经，张慧珍的弟弟，我也没见过人，就是靠回向。即便是在美国，还是靠回向嘛。回向，师父的回向跟你们很不一样啊。
你没有心嘛，师父是有心人嘛，师父就会关照说，哎，这个人病苦，他的苦就有如我的苦，我会去关照他，然后会去关照，不是关心那个关啊，是什么 ？Contemplation 是观察那个关照，照见的照，就会去关照这个案子，关照这个当事人啊，是不是？就在在处处都展现不可思议的奇迹嘛，不是吗？对，所以你来学来上师父的课，不是只是来看看 slide， 那是不够的。你应该学师父的行仪嘛，对吧？你有学吗？好，各位同学 ，On our home charter， 我跟着法师是，我认识法师是在法师在同心会的时候演讲，然后那个紫微斗数论命认识的，然后我主动加入义工，因为法师的演讲太精彩，从一路上认识法师二十年，这中间。点我们一些东西，是大家有没有智慧听得懂？那点的，如果找谁特别跟他讲说，你的官司怎么样，你家人怎么怎么样，可能谁他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请大家务必要相信，因为法师不能讲得太清楚。那为什么不能讲得太清楚？不是有什么玄机啦，不是啦，我讲了你起烦恼嘛，我让你起烦恼，让你忧心忡忡，让你恐惧要干嘛嘛，对吧？我点了，你要听啊，对吧？我就说别人的任何怎么讲？任何一件不用跟人家聊天呐、啊，但是别人的话可以不用信。但是以法师这样子这么清净的修行者，法师如果特别找你讲什么话，要点你，请记得你务必把它放在心上。法师绝对不会浪费那一丝一毫的时间跟我们聊天，他只是看我们懂不懂。所以我二十年来真的，像我自己妈妈的生病等等，也是老师法师会轻描淡写的点你，就看个人的智慧听得懂听不懂这样子。是，谢谢。是，那个李大菩萨，那李树茂大菩萨，就是蒋丽华接你来的，这他曾经移民到美国去了，因为他的孩子在那儿嘛，对吧？然后他是他的爱人是郑美丽老师的同学对吧？哦，然后他们要去移民去的时候，郑美丽老师他就特别说请师父帮他看紫微斗数。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就出家了嘛，出家了我就很少就是说不愿意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紫微斗数它是数嘛，对吧？你修行可以超越这些数嘛，对吧？所以我更愿意跟人家分享佛法。但是他说啊，这个要这个搬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我说好吧，那就看吧。看了，我当场我有跟李贝贝讲说，你移民出去你会回来，你没多久你就要回来了。但是也没有也没有就是因为你讲得太明白的话就泼他冷水嘛，哎，他很高兴要去移民嘛，对吧？你干嘛泼人家冷水啊，对吧？后来不是就证明他已经回来了，因为他的夫人在那边晕倒了生病了，所以美国就医很贵的，对吧？所以他就回来了，就一直到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来验证蒋丽华刚刚讲的，师父如果有点你的话，请你一定要听进去，听进去。我不需要吃饱没事干，点你要干嘛？你看师父话是很少的。你看习近平以前不了解我的个性啊，他每次那个接驾的时候，他就要搞到最后要跟师父一起上来，就他发现师父都不讲话的，为什么？我要来上课，我需要做功课啊。哎，不是就是这样大拉拉就来上课啊，不是啊，对吧？我需要做足功课，来感召诸佛菩萨，到现场来，所以我敢保证我的课堂必然是高能量嘛，对吧？所以习近平他后来就改在，电梯帮师傅按电梯，结果他发现帮师傅按电梯，师傅还是不跟他讲话，到后来他就不理师傅了。你看他现在有没有去接驾？
没有，太现实了嘛，这个人太现实了嘛，对不对？嗯，对，你要了解师父的个性，师父是话非常少的人，但是你看到师父在带儿童营，师父是不是哦又很活泼，又唱又跳，对吧？是呢，不一样的场合嘛，对不对？你要带动小朋友啊，是不是？但是私底下的师父是绝对的安静，不讲任何话的，对，所以让大家认识一下真正的师父哦。好，那这个刚刚都讲过了，对吧？好，结果王富忠还没来。好，智慧无碍，我们今天的主题赶快来讲。我并无形，亦非心和。然后还是文殊的问极品哈。那对因应的视频要存活嘛，所以我把那个佛教的字眼通通都拿掉了啊。是啊是啊，为了视频要存活，对，师父是非常你看师父在2013年11月2号在北大的讲座，这么的1000多人，我特别指出来师父的那个演讲的主题有没有一个佛字？没有，叫做什么不是不是叫做生涯规划与生命的无限性。生命的无限性讲的就是什么？终极本质，对吧？我这整个主题连一个佛字都没有，所以我可以存活吗？对吧？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你的主题以后大啦啦摆佛字？那叫没智慧嘛，是不是？存活比较要紧啊。对，居士所及，这是文殊问那个谁啊，维摩诘大居士说：“哎，你所及，这是动词，你所生的病啊，为何等相？是什么相啊？是肿瘤的相啊，还是歪了脸的相啊？是什么相啊？”那接下来那个维摩诘大居士就说：“我病无形，我的病没有任何的形状啊，对吧？所以你也看不出来嘛，对，不可见，你看不到嘛，对吧？看不出来我生病嘛。”文殊又继续问：“此病身何也？心何也？你患这个病是因为你的身体的问题跟它相合，所以你肉体犯病了吗？还是你的心有问题？”有的是精神疾病嘛，对吧？心有问题。然后维摩诘居士说：“非身和身相离。”他说：“我不是因为肉体的条件去染病的，不是因为我的身的相，就说我不去着这个相，然后叫做身相离。我没有去执着它，离就是没有执着嘛，允许它的存在，不是有一句话叫不离相不着相，对吧？不离相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允许任何相存在。这个诠释太经典，太赞了，你一定要记下来。不离相不是很多人讲说哦没有相，哪有可能没有相？宇宙万象通通都是相啊。不离相是什么？我允许所有的相存在。我允许那个法师在大殿唱夜来香，那不就那个张彦斌他就不允许嘛，他心里太着相了嘛，对，他没有允许宇宙万象的存在。不离相就是说我允许宇宙万象任何一个相都存在，所以我不是身体患病，我不是身体的条件，因为我已经允许肉体的诸相都存在。那也不是心和，我也不是因为精神疾病出来的，因为心就是一个幻象啊。对，他会从这边导入终极本质，但是他这一句他还没有达到终极本质哦。好，这个很简单，赶快介绍，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然后硕士两个，宗教学、佛学硕士，发表论文20几篇，核心期刊讲座上100场啊，中国大陆67场，台湾38场，现任觉轩全球弘化
精英平台的一个 CEO， 首席执行官，这个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当然是他们的那个精神导师，宗教与和平协进会的理事，历任辅仁大学与纽约长岛大学，看到吗？纽约长岛就是刚刚介绍那个江桂芳的朋友生病的，他就是在这里，他也是台湾人对吗？然后哦，香港人，然后移民到那儿，哦，是那因为江桂芳他的少爷，在就在那一周是在长岛大学吗？哦，就在长岛大学当教授啊，所以他们有密切的往来的关系哦。好，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好，所以就是说看出来师父还是比较国际化的。到这里，我就回到张念斌这个案子，所以张念斌你也不用起烦恼，为什么？你应该要超越二元对立嘛，对吧？下个礼拜我师父就会，下礼拜师父有钱，师父就会为你乐捐了嘛，所以你不用臭脸嘛，对吧？对，他就是臭脸嘛，他是很直接的嘛，就是这人没有修养，对吧？好，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什么？我们要发那个，我怕又忘了，张静大律师那个度化亡灵那个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只。我要讲只给有道课的同学啊，那里头因为张静他是一个律师，那一年他已经满25年的政治生涯，女性在那个地区有25年的政治生涯，他到现在还在当政治人物啊，他是一个职业律师，到现在他还是有这个大那个大的那个身份在啊。所以他的政治朋友太多了嘛，对吧？然后师父就有跟他讲说，我为你父亲做七七，就是助念的时候，你不准到灵堂来，为什么？你会干扰我嘛，对吧？我说你那一堆朋友，你另外在外头设一个，让他们可以捻香的地方。所以我说你不能进来。他是真的很听话，因他知道师父的个性嘛，对吧？然后。师父从进到灵堂，整整8个小时没有出，没有迈出一步。为什么？我就说他是那个什么套房嘛，所以都不用出门。张静大律师也没有进来过灵堂，所以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文件，巨细靡遗。完整的写清楚师父怎么教化亡灵，师父带领弟子怎么交换班，通通都有。他怎么做到的？就从我进去他就开始录音，他就听着那个录音带，然后通通把它转成文字稿。另外他自己又写了一篇感悟篇，他的主题叫新生啊，新生儿那个新生，我是认为他应该写重生嘛，就是说他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听闻这个教化，这个七七佛就是这个中阴身救度的教化，虽然是在助念而已哦，虽然只是在助念而已哦，但是师父你看嘛，你看他那个文字稿非常的清楚，师父已经把临终中阴亡灵你会看到什么？实相中阴亡灵你会看到什么？那个什么投生中阴亡灵你会看到什么？都跟亡灵交代清楚了。所以亡灵他是一个他生前的职业是不是警察而已，刑事警官，刑事警官专门办案的嘛，所以他最大的特色就是逮到人以后他就怀疑你嘛，对吧？这个跟文化背景有关系啦，你看在美国的话是这个法律系统是不一样嘛，在美国是怎么样，我逮到你以后先告诉你你是被怀疑者，你是嫌犯，然后也不会扣留你，但是我要证明你有罪才把你扣起来。那两岸都不是这种系统嘛，两岸都是
先抓住了，先把你关了，然后再证实你有罪，对不对？是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爸爸就是刑事警官嘛，所以他的特色就是他会先怀疑。那我上一次就有讲了嘛，他喜欢他亡灵他就没有肉体的束缚，所以他每一个空间他都可以去。然后他就跑到美国去，我说你不要跑美国啊，你要赶快来跟师父念佛。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念佛啊，对吧？你们看，你们一定要看那个文字说明，那现在来发好吗？我怕我又忘掉了。所以你今天我叫你不要请假是有原因的，对吧？你今天没来我也不可能有转发给你。你现在都不用看，你带回家再看，因为它很多啊，开示八个小时。里头有两个不同的文件，一个是新生是感悟篇，是张静道律师的感悟篇。另外有一个是1014，就是10月14号张德宏老菩萨救度案往生初念其开示，看到吗？好，先收起来，你们现在不用浪费课堂的时间哦。现在看你也没心情看嘛，对吧？你带回去再看嘛，对吧？对啊，是啊，你看师父训练弟子真的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绝对你看得出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要讲的，你看师父，我是他的师父啊。这些都是我去为张德宏老菩萨亡灵所做的点点滴滴啊！这么多年来，师父每一次要用这份文件的时候，师父还会打电话跟张静道律师报备说：“啊，我今天在台湾教书，我会用到你这个案子哦。”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你当然不会啊，对吧？因为我手上就有这个档案啊，对吧？我用的，我在哪里讲的，或用到这个案、这个文件，你也不知道嘛，对吧？但是师父不是这种人啊，师父不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对，我有那个，我有跟他报备的那个微信，下一次 copy 给大家。我要你学的就是这个。你需要老实啦，真的，真的很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反正我在台湾讲客人，他也不知道我讲这个案子，对吧？而且我手上本来就有这个档案嘛，对吧？但是师父不是这种人，师父一定报备，而且从以前到现在，师父都是同一个作风啊。所以你们真的一定要学啦，真的不要扯烂污在那边都没用啦，那个就是个人造业个人担，你的每一个言行举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你要跟我这种师父，你当然就更需要更小心了，对不对？你当然是要更小心啦，对吧？否则我就活逮你嘛，对吧？是呢，生命要事。张静大律师写那个心声，就是完全他的感悟，也是写的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感人。你们带回去慢慢的拜读，那么厚一点，对吧？生命要事要看这里了哈。他这个是不讲话的，不讲话，从头到尾都没有话。
最后的一句英文 So you can take care of what matters in life 就是你要干生命中的要事，不要浪费时间在口舌是非上面。好，请你告诉我，请您开始分享，来 1,2,3,GO。 好，来江明珠。师父，Om Avira Hong Chadra。 嗯，弟子江明珠，试着。哎，等一下，我要纠正一下 ，Om Avira Hong 不是 Om Avira La Hong， 你是 La Hong 不是 ？Om Avira Hong Chadra。对，谢谢师父。好 ，Om Avira Hong Chadra。非常好。对，弟子江明珠试着回答视频的感悟。对，我觉得看这个视频，虽然都没有一句话。对，刚开始其实是不了解它的意义。对，可是到后面看出来，他其实他是为了要参加那个女儿的那个就是家庭的耶诞聚会，所以他认为要用最好的状态。嗯，状态要跟他的家人相聚，然后让他的家人放心他的状态。嗯嗯，那他虽然是一个人在生活，嗯，可是呢，他选择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在默默的做，一直在锻炼，所以他不管别人看他的是什么，什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是，所以他永远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在前进。OK， 好，那我对我自己生命的感悟就是。早起，对，是早起，对，起早冥想。其实这个事情是别人看不到的，对对。可是这个我的感悟很深啊，就是说，其实我一开始是挑战三点，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关卡。对。所以你当你挑了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对。所以也把这个经验，迎刃而解。对。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谢谢。好，对，非常好，非常好，好，非常好。那这种感悟都也是一样，没有每一个人的感悟是不一样，为什么？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嘛，对吧？想法自然都不一样，所以你是不需要 care 它对还是不对。到现在你还在 care 它对不对？那四位叫做什么？得哀呆嘛，对吧？是，所以。是不需要的，那妨碍你进步而已。好，还有吗？再征求一位分享。1,2,3,GO， 有吗？好。法师，各位同学，On Avira Hong Chadra， 那个生命的钥匙，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利益他人，
要向法师学习，到底我们来是什么目的？我觉得有很多人就忙于自己的一个小事情，对，但是就眼看着，甚至可能要走的时候，发现我根本没有利益到任何一件人事实地物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以这个为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哪怕我可能只有利益我的邻居，或者我周边的一个人，可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至少我已经尽力，因为我只能影响一个人，所以我就至少我不是那么自私的只为我的家人。我是以这样的，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别人有什么意义，我来到底是要做什么，我难道是为了我的家人而存活吗？我就为了要吃饭而活着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想一想的事。所以我那个慧珍啊，张慧珍，真的洗衣服可以少一点。如果我们洗衣真的不要洗，把那么多时间放在家事上面。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我可以帮助一个癌症的病人，您在药局做事，我可以帮助一个人，这个比洗衣服更重要。对，是这个是好，非常好，对，非常好。好，所以师父讲过说，这个王富忠跟王庆仁，你们，因为都迟到了嘛，对吧？所以下课的时候记得来拿这个收据啊，因为没有拿的话又带回去，带来带去，最后都搞丢了啊。好，所以，我还是要强调的是说，这种都没有对还是不对了，所以你不用自己划心自限，就是认为，哎呦，我的答案不晓得，够不够 low 啊，对吧？我不敢讲啊，对吧？这样你生命的困境完全没有能力，超越过，这是没有办法的。好，那我们要赶快来看一下。师父为大家准备的，师父的看法啊。好，生命的钥匙。独居的一个老人面对自己的身形的憔悴，怎么知道他照镜子他都没有肌肉嘛，对吧？而且很瘦削，对，他自己沮丧不已。决定他自己要自行锻炼，但是隔壁的妇人嗤之以鼻，有没有？他每次锻炼的时候，那隔壁的妇人都刚好被他看到，对吧？隔壁的妇人就嗤之以鼻，老人就很失望嘛，对吧？你看他刚开始都不敢到外头去锻炼，对吧？都躲在他自己的卧室，他的屋里头，而且你看到他那个时钟显示，他生活作息不正常啊。他睡到11点，然后后来越来越早，10点，然后再早到9点，他有锻炼了嘛，对吧？哦，所以他的每一个镜头所捕捉的其实都有意义。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样子啊，经过锻炼，师父打错啊，经过锻炼以后，老人的生命力强大了起来，他带动了左邻右舍，有吗？他有没有带动？有啊，左邻右舍不是也跟着他锻炼了起来嘛？这就代表他的生命力强大了起来。怎么知道他强大起来？他再也不怕别人笑他了嘛？这个已经超越了宠辱，已经超越了贫富，已经超越了生灭，已经超越了喜怒，这是他生命力强大的最主要的重点。你有逮到吗？这是最大的重点，这就是生命钥匙。好，后来老人逐步的放下执着了，就搬到外头来锻炼。但是，那个什么，等到圣诞，我按照顺序，等到圣诞夜来的时候，老人就带着礼物送给他的小孙女。可是他的女儿，就是小孙女的妈妈，看到了以后泪流满面。深深的感受到这一切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老人圆满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所以我要你分享，
老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醒思一，当女儿来访，你有一个镜头，她看到外头人车子停下来，搬了圣诞树，有没有？你们也许都没有注意到，他就是那个镜头捕捉到外面，然后有一个男士扛着圣诞树，他就知道圣诞节快来了。然后他的女儿就回来邀请爸爸，去参加圣诞夜的 party 嘛，对吧 ？Party 不一定是舞会了，就是聚会。我的醒思一，当女儿来访他的时候，老人那时候刚好在室外在。健身嘛，对吧？然后他把那个健身陀放到地上，他还要拿一个布把它盖起来。对，这是有意涵的，这代表什么啊？我要你醒思来分享，他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 ？One, two, three, go！ 你们也许都没有想到这些，这个太重要的是重点了。来，请讲。这个太重要的重点了，师父还有各位同学 ，On a Vera Home Charger， 对，我直觉的想法就是女儿应该会念他，对，对，所以，对，谢谢师父，那也很好，对，女儿可能会说，哦，爸爸，这天气这么冷，你怎么可以在外头？锻炼对吗？还有吗？这边有没有？好，来，樊启伟。师傅 ，On a Vera Home Chatura。嗯，很好。那个我看到的是，他为什么要把那个盖起来的原因是，他不想让他女儿为他操心，然后而且就是说，他要给。他女儿一个惊喜，说他虽然他女儿看到他是虽然是很身体很瘦弱，可是他要经由他这样子的不断的训练，他要不要让他看到这个过程？他说他不要让他女儿起了烦恼心，然后一直阻碍他，他要也是要为他自己的身体来着想。好，这是我的看法。好，OK， 好，谢谢。当他的女儿来访的时候，老人为什么要用布把它盖着？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力还没有茁壮到超越二元对立，他还很在乎他的女儿对他的看法，不管是对他的身体的健康的看法，还是对他说：“哇，天气这么冷，你怎么跑到外头来？健身啊？”任何一个。他女儿的想法他都很在乎，你太在乎了，你就是没有超越二元对立嘛，是不是？你又没逮到重点了嘛，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个影片啊，大家都在看啊，但是每一个人看切到的重点都不一样。希望你在师父的带领之下，你们做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朝着终极本质去奔走，千万不要再哦，又是讲了，哎，这个健身几点到几点啊？这个、健身那个那个健身陀重量有多少啊？那个都是现象界，不重要。那女儿为什么感动流泪啊？为什么 ？One, two, three, go， 来，为什么？为什么女儿要流泪啊？哎，你哎，好，吴尊南，为了奉下酒了。嗯，莫学吴尊南，是的回答。他女儿为什么感动到流泪？因为。本来他是很憔悴、很虚弱，因为他有经过锻炼以后，他变得有体力，把他的孙子抱起来，让他孙子放在那个圣诞树上面的一颗星星，这样他女儿就感动。
想不到他有这个能力。其实他在锻炼就是为了这个，让他孙子高兴一下。嗯，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利他啦。而且刚刚师父已经讲了，他在练的时候还是在乎被他女儿看到。假如你是超越二元对立，根本不在乎谁看嘛。对，应该是这样才是正确嘛。但是他还是在乎，但最后他还是做了成功嘛，把他孙子抱上去，达成目的，所以他女儿大为感动而流泪。嗯，大概意思是这样。所以你认为，他锻炼的目的就是为了抱着孙子去擦那个金星嘛？这个是其中之一。第二就是他也要锻炼身体健康，可是他很健康。OK， 还有体力这样。好，还有吗？林柔要分享吗？林柔，你不是要分享啊？你是在挠头啊，是吗？好，那这边比较强哦，这边都没有啊。好，哦，好好好，好，来绑，看看能不能绑回一层。师父还有各位同学 ，On our way ra home charger， 就是。对女儿来说，女儿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就是她其实也不是很放心爸爸一个人住，但是爸爸如果可以每天自己锻炼自己，然后就是各方面状态也不错，女儿会比较放心。谢谢师父。是，好。那我可不可以说，其实他老人圆满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跟第二点、第三点跟第二点是有关系的。你继续发言吧。你如果第三点能够直击的话，你就刚正好回应了这一点。这两个是一件事儿。简单的说，什么事是经常性会让人家感动流泪的吗？对老人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先回答嘛。什么事情能够让大家感动流泪嘛？不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吗？你看吧，师父为了张天丁帮我们扛了矿泉水，那个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为他乐捐，当然不是每一个礼拜了，就是他有来送大杯矿泉水的时候，师父就为他乐捐，十几年如一日，没有见过，没有间断过，如此的重视众生。师父要向张静，我的弟子张静大律师，请领这个往生救度的这个文件，就这么几年了，师父次次要用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师父还是。去跟张静道律师报备说，我会要用到，我在台湾讲课会要用到这個，我下个礼拜我可以传那个，我向他报备，我要用到这个文件。超越二元对立嘛，对吧？我超越了我是师父，他是徒弟的身份跟地位嘛。你只有超越二元对立，你才有可能感动，感动所有的人。他老人为什么感动？让他的女儿感动，是因为老人看到了师父的出家座右铭叫什么？在别人的需要上，因为这个女儿会担心她的爸爸身体不好嘛，对吧？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师父的出家座右铭，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师父天天都在。进行，天天都在耕耘。其实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标准的超越二元对立嘛。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看我，我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一样放下啊，对吧？我没有我一文不名，我身上都没钱，我也不怕人家笑啊，对吧？老早就超脱了嘛，超越二元对立嘛，对吧？我所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指向我要帮助众生解脱生命的困顿，在我有生之年，这个就是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醒思二，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你现在又想，我也要来一个超越二元对立，来不及了啦。你就讲你平常最在乎什么就好了嘛。这个笑声还有接力赛的。王慈锦，你来发表一下，你从那个那个什么苗栗过来，太辛苦您了，没有让你发表一下，就也是太枉费您这么大老远赶过来，对吧？哇，你看大家现在都很棒啊，哦，会给人家掌声，对吧？因为不能师父各位同学大家好。Om Ah Virahom Kacha， 人家老早都换译音版了。哦，真的吗 ？Om Ah Virahom Kacha。嗯 ，Om Ah Vi Ah Virahom Ah Vi，Om Ah Virahom Vira， 那个是梵音，译音是 Om Ah Virahom Kacha， Ah Vi 维他命的 Vi。Om Ah Virahom。掐爪，对，很好。我试着回答，因为不能讲超越二元对立。嗯，那我就在想说，他人生最圆满生命中最重要一件事情，应该是，他因为活出了生命，我觉得他最重要就是他影响了他的周遭的人。对，那在师父讲，我觉得。我不晓得像不像我们在讲说，他不是算是什么法布施，还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用什么布施，但是就是你生命很强大，那我觉得你无形中去影响到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再给大家掌声鼓励。对，用身体的力行去为别人带来欢喜也好，恭敬也好。喜悦各方面，对，他已经做到了，对，感染其他的人，对，这边有人吗？有人要分享吗？有吗？王护中太晚来了，你没看到视频哈？有看到一半。哦，看到一半，那残缺的爱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不能一直笑啊，人家要麦克风你也不服务一下。太疯狂了你。师父还有各位同学 ,Om Avira Hong Cha Zo 啦。对。你看你晚来你发现那个这个课堂都变了。对对对。嗯，是的。是，结果你的事，你们单位的事搞定了吗？算有搞定了这样子，所以我才能够赶过来，才能脱身，才能脱身哦，太辛苦您了。要不然本来还可能会再继续搞下去。是，越搞越大条，越搞，真是越搞，这个没有搞好的话，真的是会越搞越大条。是有一点一些技术，对，是有一点麻烦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也是自诚忏悔，今天造成课堂上的一些。就是我原本要来这边分享的一些，会影响大家，影响到师父所有的教学，这我要这边先做忏悔，这样子。没有，师父已经料准了，所以师父准备好，师父自己亲自上火线了。是，这个我绝对相信，师父绝对有这个能办法跟你，我一点不怀疑。所以我那时候虽然一方面一直想赶来，我一直也想说，对不起啊，不能这样讲，是想说学生的问题把它丢给师父，这还是大不恭敬心。对，但是我也知道师父真的是他都会去知道说一些过程，可能都会。
有一些，那所以刚才点了王慈景，我就想说应该下一个就是我。原来你也有神通了，哎，失敬啊。没有没有，因为是跟师父学习，要先做好准备的。不好意思，对不起，讲了太多那个没有直起要害的事情。那因为回答刚才师父的询问，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必须说，我原本的想法里面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家庭是最重要，我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很多人喜欢财富，很多什么，但是我自己是一直把家庭，但是我自己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有时候反而你不能把你最重要的事情能够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嗯，因为我自己以为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事实上你一直讲，对，只是在讲说我这样做。那我后来听了师父课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家庭跟朋友跟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要去怎么样去立基在一个比较利他的角度去想的时候，那你把你的爱你的东西其实不用去框在家庭这个很狭隘的范围，其实你自然而然你家庭也都照顾到，这个也是从我跟太太的同修的相处还有小孩的相处，我也是感觉到说我并不是一定要执着在我要去跟他们要做更好的照顾更好的爱，那这样子直接的东西当然这些也有效，可是我其实从其他的言行里面其实也会彰显，其实我们自己就像刚才是你讲我们的一些言行的改变其实也会影响到他们，那也把他们就会和就是等于说对互动从依存关系里面就会让他们的改变，他们看到我们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他们，其实那这个重要其实就会比我刚才一直执着在说哎我要对他们要花更多时间或者是要买更好的东西，这样代表的重要的意义更高。 对那个以前还可能还没上课的时候就是会带给他们更多的物质享受，或者是给他们督促他们的功课啊，可是那跟现在超越二元对立来比，他太狭隘了，太小了嘛，对吧？是不是说那个不好，是他太小了。对，一样嘛，生病的人也是一样嘛，你如果很执着哇我的病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好，哦，我的病不晓得会不会走到终点，那就太狭隘了，因为你就死盯着那一个，你就没有办法超脱出来嘛，对吧？所以要病赶快好，病我讲过这个病不是只有肉体的病，你的人生的困境财苦事业苦各种苦你都需要想办法尽快学会立基在终极本质，超越二元对立，你就直接触及到高能量，你的困境才有可能解脱啊。好，那身心医学的起源跟重要，因为我们课堂非常多的病人嘛，对吧？大小各种不同的病，对，所以我们要来简介一下瑞士的科学家 Walter Hayes， 他讲说，只有与脑相应的意识内容才能够被发展起来，指的就是潜意识，也就是第八阿拉耶识。前面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没有直接，当然他们也是跟大脑相连，但是不那样子的直接啊。Walter Hayes 他发现了在端脑跟中脑之间有一个间脑叫 interbrain， 他扮演了这个特别重要，扮演了什么？决定而且协调我们体内各个内部器官功能的角色。根据这一点，人类奠定了由心理影响到生理，所以 Walter Hayes 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而且他推动了身心医学，这个特别重要，我应该用红字，就是说间脑，你认识了间脑以后，你就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体能够和谐工作啊，我想要尿尿我就能够控制它，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它，关系是间脑。我举我的例子给大家听，
你看吧，师父，你看师父来上课，你有看过师父去上卫生间吗？没有啊，对吧？那天要洒净，我是去洗手，要洒净以前要洗手，我不是去上卫生间了。我都五点多六点我就从辅大出来，回到辅大都十一二点了，这过程我都不需要上卫生间。那你说你师父是不是忍尿？当然不是啊，因为你忍的话，你忍不了几个小时啊，六个小时不可能嘛，对吧？我再举一个例子，讲那个疫情课，我们不是5月15号就开始不能上实体课嘛？6月份基金会就为我们开了抗疫课程，师父一个礼拜要讲两堂课，礼拜二跟礼拜四。感恩呢基金会的厚爱，基金会的总是给最好的教室，就是也是那个套房，上卫生间很方便，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学生嘛，就是啊，我自说自话这样子讲2个小时，对吧？你看那个环境跟这个环境不一样啦，对吧？那都没有学生，师父2个小时就要去上卫生间了，他就是证人了。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来证实监脑他确实是在，是在活络和谐我们的身心灵的工作。你的监脑像师父的监脑知道哦。现在有那么多学生哦，对我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哦，哦，所以你看，自然我都不用上卫生间了，他也是证人嘛，对吧？然后我的抗疫课程2个小时啊，我就要赶快去上卫生间了，同一个人呢、欸，对吧？是呢，这个来证明什么？监脑的功能。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排尿的困扰的话，你应该要看医生，因为医生有办法嘛，重点在这里嘛，他控制的功能的在这里，监脑。可是光是这样子，够不够？不够。我经常解释嘛，很多的医生死在自己的专长啊，对吧？台大医院的那个内科吴俊仲教授。肝癌专家死在肝癌，耳鼻喉科林仲洲教授死在鼻咽癌，他们共同的老板，医学院管台大医院嘛，对吧？因为台大医院是叫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所以他们的老板是，医学院的院长谢桂雄教授，世界知名的免疫学教授，免疫啊。结果他自己脑瘤了，从发病到往生不到3个月。他怎么发病呢？耳鸣。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么在乎你的耳鸣？他先耳鸣，然后自己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太对，后来眼睛瞎了，他警觉到这个不对了，然后再来不到3个月他就往生了。哎，这多大的讽刺啊！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身体生病了，你光看医生够不够？当然不够啊，是不是？医术很重要，它是来救急而已嘛，对吧？因为发病的原因始终是在我看病的已过去嘛，对吧？所以你应该要对治那个真正的病因。所以你要怎么对治啊？所以你需要摄取高能量，摄取高能量回向给当事人嘛，对吧？那如果你自己是当事人，你就是病人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啊？摄取高能量，然后救我自己，对吗？你这样子，你永远好不了，不可能好的。师父讲过多少次了？如果你是病人的话，要怎么样？摄取高能量，你怎么摄取高能量啊？诵经、念佛、持咒、忏悔是要先走在前面，释放负能量，然后摄取高能量以后，回向给
跟我有同一个病苦的所有的众生，然后你回向出去以后，就跟他们把高频共振丢出去了，对吧？他收到那一个不知名的那个众生收到了以后，他会反弹过来啊。你就是收到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的回馈嘛，对吧？佛教就讲这个叫回小向大，回你出去只有诵一部经，然后你就奉献给一切法界一切众生，还有跟我一样有的病苦的，你才一部经而已，但是这么多的众生他收到了你的回向，然后他回馈给您，所以佛教称它为回小向大。所以你要懂科学是，因为你没有上课以前，你就只是听说啊，为什么要回向啊？因为回小向大啊。什么叫回小向大？又不会了嘛，对吧？所以利他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利益别人，别人收到你这个高频共振以后，他自然反弹啊，你是不需要去要求他啊，你是不需要啊，因为你就处在同一个高频共振里头了嘛，对吧？好，再来 ，Richard Davidson 这个人，2000年他获得了，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获得了美国的终身科学研究奖。他还是要强调，这个身心医学心智的控制，心智讲的就是临时了啊，控制了我人的脑。我们讲那个1963年 Sir John Eccles 为我们发现临时嘛。然后 Sir John Eccles 他就发现临时是控制我们的大脑啊，然后真正指挥我们的大脑工作的是临时，可是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还是比较低嘛，层次比较低，我们只认识大脑。那然后印度的那个 Krishnamurti 他说大脑就是心的生理基础啊，对吧？然后我们只是认识大脑而已，我们不认识大脑上面的临时嘛，对吧？可是那个1963年 Sir John Eccles 为我们发现了这个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它来主宰着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就很重要。这个 Richard Davidson 他就特别强调心智指的就是临时，就是1963年Sir John Eccles 为我们发现的临时，它控制了我们的大脑，人脑在主宰着我们的身心灵。如果我人能够在情绪的六项度上保持最佳状态的话，那我们的身也会呈现最佳的状态。我们的身没有呈现最佳的状态，那就是病嘛，对吧？所以我们想要让我们的身体呈现最佳的状态，还是要从心下手。所以他说意识是产生情绪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意识。如果以道家的修炼，意识指的是什么？什么金？金是物质，炼金化气，所以气是什么？又不会了。气是能量嘛，然后呢，炼气化神，神是什么？神就是意识嘛，神就是意识嘛，佛教称它为阿拉耶识嘛。然后炼神要怎么样？还虚或炼神就是已经达到了临时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但是它不是终极本质。所以要还虚，就是说阿赖耶识刚刚师父有讲它是是心嘛，是阿赖耶识的是，它也是心啊，我们常常讲心力识识，它是是心，所以它跟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动作结合起来以后投射，让我们遇到很多的境遇，好的境遇不好的境遇等等等等，但是它不是终极本质，它背后的主宰者才是，就是我们说的
本心，不是本心学法无益的，那本心才是终极本质。所以我讲这里我要来强调情绪。 Richard Davidson 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他讲六个情绪能够帮助我们回弹力，大脑回弹力，就是我从什么叫大脑回弹力，我从沮丧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能够很快回到我的正常生活。比如说我从生病，也许医生说我很严重了嘛，对吧？有的人一听他就就觉得已经没有明天了。可是你大脑回弹力很强的人，他就是即便我已经被判定我也许只剩下一个月而已，就好像意义治疗学之父 Victor Frankl 他被关在那个集中营，他有可能很快他就要进入毒气室，生命就没有了，但是他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大，他就认为说他就是大脑回弹力特别强的人，即便我下一秒我要进毒气室，但是我的这一秒是自在的，为什么？我没有挂碍。这就是大脑回弹力，你怎么从沮丧恐惧当中回到你的常态，这叫大脑回弹力。然后展望，就是我对我的生命的展望，这都在讲情绪哦。你完全没有展望的话，你的病是不可能好的。你一定要展望，你要画一个漂亮的那个蓝图。这不就是那个 Pascal 哈佛大学的精神科医师，那个空手弹钢琴的那个有没有？他不是说有实际在弹钢琴的跟空手弹钢琴的这两组去对照，结果没有钢琴可以弹，空手弹钢琴的一样可以从那个右脑的那个额前叶转到左脑，如果你的情绪联络到右脑的前额叶的话，代表你在负面沮丧恐惧当中，你没有弹钢，没有钢琴可以弹的人，他照样可以活络，让你的大脑连接回到漂亮的那个正向的发展。所以这个是展望，你需要有展望。你们对你们的生命有展望的请举手。哦，你的展望是什么？又不会讲了。可是你是第一个举手的，刚刚这边还有谁举手？好，陈文杰，哎，陈文杰，我期待你已久了。哦，还有各位学长，嗡啊，不要哄，卡切啦。好，学长好，来，我是陈文杰哈。对。啊，我。你对生命的展望？我对生命的展望就是，我今天有这个好的因缘哈。对。碰到我们的圣贤法师哈，是，我要跟着他的后面哦，对，一天学习一点点，嗯，啊，当然了，最后哈，对，我可以利益大众，谢谢。哦，太赞了，太赞了，对对，陈文杰是感人的，为什么？他在1月25号的人生小宴，就是今年的1月25号的人生小宴，我们那个人生小宴很大嘛，对吧？还有，那个。点灯，对吧？对，无尽灯之夜。无尽灯是谁发明的？维摩诘，维摩诘经呢？所以，对，是真的是维摩诘。我们会讲到这个无尽灯之夜。然后，那个陈文杰在那个要发愿嘛，无尽灯点灯要发愿。他说他发愿这一生他要跟着师父修学文殊法门，对吧？他是这样子发愿的，你看师父连时间地点都记得这样的清楚，还有他的发愿的内容，所以他现在讲说他今生有这个善缘，可以跟着师父修学文殊法门，他也要一点一滴的跟上。这个是晨曦他那天的发愿，我们再一次给他掌声鼓励。那师父的展望是什么？你们猜师父的展望是什么？好，你来猜。你不愿意分享你自己的展望，你要讲师父的展望。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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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对。
师父还有各位同学 ，Om Avirahom Chandra。是，就我补充一下我刚刚的，就是你的展望。我先不要想得很远，就是其实我来听很久，我还是不太知道什么叫利基终极本质。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师父教的不好，是我自己实在是太不用功了。因为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没有见行，所以你当然就不知道什么叫终极本质，对吧？刚刚你只是听而已嘛，你要像师父这样的践行嘛，对吧？无怨无悔嘛，十年二十年这样子做嘛，对吧？即便别人都不知，像张天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对吧？你就这样子去做，可是问题你没有这么做嘛，对吧？谢谢师父，还好我现在很勇敢的把它讲出来。对对。好，第二个问题，他竟然忘了。师父，师父希望更多，你救救他吧，更多人觉醒，更多学生觉醒，希望更多觉醒，学生觉醒，真的觉醒，真的有践行。谢谢师父。对，有切到一点，师父的展望是希望，因为文殊法门深不深啊？难不难啊？啊，真的很难，对吧？师父的展望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更多的人透过我们共同打造的这个课堂，他因为听经闻法，他真的知道文殊法门啊、哦，终于知道文殊法门在干什么了啊，然后他也愿意修学文殊法门。为什么这么重要？文殊法门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并不是要贬低那念佛法门啊，什么其他法门不是哦，可是文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你可以很公然的知道文殊的重要是什么？我保证你答错了。但是我是秉持着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理念，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保障你有发言的权利。师父 ，Om Avirahom Chandra。那个。我的答复是因为文殊法门这么重要，是因为它是成佛，我们成佛的路上的临门一脚。哦，我们成佛路上的临门一脚，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法门，什么法门都很重要，相应最重要嘛，对吧？你不相应的话，你根本都走不下去嘛。虽然所有的法门都很重要。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派，如果连那个小乘的两个宗派，就十大宗派都很重要。但是我要讲的是，文殊示现，文殊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文殊是诸佛要成佛最后的那一关。为什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我就不太会答了。对，所以我为什么要又要指你回答？因为你发现你的学佛太传统了，对，所以你都是只会第一道，对，然后你以为这样子很够了。我再考你第二道，你就不行，就没有一次答对嘛，对，对吧？对，就是代表你不是自己践行出来的。文殊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也是诸佛的老师。任何一尊佛菩萨要证悟成佛，一定要经过文殊的垂答。为什么？什么叫证悟成佛？就是证悟你的根本质，你的根本质是人人一样的那个终极本质。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悟，为什么？你拿很多的业障把它覆盖着嘛，所以它是黑暗的嘛，对吧？文殊说证悟成佛是什么？把人人本具平等的那个根本质完全让它透亮出来，这就是证悟成佛。你没有文殊的捶打的话，你还在很在乎，哎，我这样子讲众生不晓得会不会不高兴啊，对吧？好吧，我用鼓励的吧，对吧？你这样要度化到什么时候啊？你没办法的，对吧？菩萨要证悟成佛，最后的一关是什么？你必须打破尘沙惑，尘沙惑。
就是像众生有无限的像小尘沙一样，也就是说众生的迷惑、众生的困境，就是你要成佛你必须要克服的。所以你如果没有根本智，没有完全透亮的话，你心生烦恼嘛。我们的 slide 里头有有一节就是会讲到，但是因为我们有点落后，但是这些你不懂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向上去承袭那个文殊的法教嘛。所以这些都是还是在补那个基础的啊。好，所以《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心里有正气，所谓的正气不是善良之气，不是正能量而已哦，是高能量，是进入不二中道，是进入中道实相，超越二元对立的高能量。你有这一个正气的话，你怎么可能会生病？你不会生病呢、啊？对吧？这是《黄帝内经》讲的，而且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自己还没有生病，自己就知道会调节嘛，对吧？好，1978年这个也很重要。1978年，美国的科学家 Carl Simonton， 他们使用放松的那个心象冥想 （contemplation）， 佛教称它为什么？内观。天主教称它为默观，默就是沉默，那个默讲的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我有给你们吗？有哈，好啊，就是Carl Simonton 他就是用这个内观的方法，然后辅助治疗你看到他的数据哦，159位临床上被判定无可救药的癌症病人，就是临死的病人，让他们延寿，他的结果，他做出来的实验的结果，有22%，就是35位彻底痊愈了，从癌症的边缘，从濒死的边缘，完全的解脱出来了，不再有任何的癌细胞哦。有63位成功超过2年，其中有19%，病情大幅的好转，32%维持稳定的病情。这个研究。来发现什么？病人康复的比例与他的心象，他的心象，心象讲简单一点，就是与你的意念有关呐、啊。你看吧，心智或心灵的力量足以驱动免疫系统来击退癌症大敌，就是你的想法要正向，你时时都要光明的、喜悦的、恭敬的、无私的、乐于助人的，这就是正向。所以 Carl Simonton 告诉我们说，这些好转的病例告诉我们，你的意念、你的想法只要是正向，你就能够存活下来，多重要啊，是不是？心灵冥想，天主教称它为默观，佛教称为内观。心灵冥想在干什么？就是把抽象的意念，意念就是你的想法，抽象的他把它转成生物的语言，让你的大脑可以懂它嘛，对吧？好，然后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而且肯定有一个荷尔蒙，beta endorphin， 我们称它为脑内吗啡，因为它的那个学名，中文的学名特别不容易念 ，beta 内啡肽，我只念一遍了，其他的时候我就念英文，或者是称它为。脑内吗啡，它正发挥着关键性的效用。研究显示，这个研究当然是 Carl Simonton 他们的团队的显示，人体免疫系统上布满了脑内吗啡，就是 beta endorphin 的接收器。当人们展现正向，有没有？刚刚师傅有讲嘛，正向就是喜悦啊、慈悲啊、乐于帮助别人等等，正向的心向，心向就是想法、意念的时候，还有你的情绪也会带动。所以刚刚为什么师傅要讲情绪六道向度嘛，对吧？大量的有助于脑内吗啡的分泌，借着脑内吗啡，它是一种荷尔蒙，它活化你的免疫系统。刚刚我讲谢桂雄院长就是台大免疫系
免疫学家，世界知名的，他就是脑癌，应该是说罕见的脑瘤，三个月就往生了嘛，对吧？他就是没已经没有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停止工作了。这与上述《黄帝内经》讲的正气存内，外面的邪气不容易干扰我们，你就不容易生病。促进脑内吗啡的分泌与释放，是脑科学家重要的突破。正向思考，脑内自动分泌脑内吗啡，然后呢，这是一种好的那个二十一种荷尔蒙哦，让我们感觉有幸福感，有快乐，然后增强免疫力，保持身体健康。相反的，当然让我们生病沮丧，食物就不再一个字一个字念了哦。好，所以现在这个图又出来了，你这个图你是一定得要好好的认识它，这个是过去式，这是你生病的真正的成因，是在这里成因的。你以为说啊，我现在尿失禁了，我现在病苦了啊，你以为是在这边造就的 ？No， 造就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诵经？你这边不诵经的话，你没有办法还过去世的业债啊，对吧？这边只是救急而已，这边是救急。这边我们没有行善，我们给的助缘嘛，缘就是条件，我们给的条件是坏的，是恶劣的，就会抓取这边的恶的种子，因为需要同频共振嘛，对吧？你这边负能量抓到了，当然是负能量，然后负能量加负能量，这边就是小人，小人来破财，或者是身体癌症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这个图一定要了解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叫做因果律，过去世的主因，今生的助缘，然后今天的今生的果报在这边，这个就是因果律。可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因果律啊，因为你一直停留在因果律的话，你就看不到希望嘛，你就会想说啊，我过去世造了那么多的恶业，那我今生就没希望了。所以文殊为什么这么重要？文殊说，即使你过去是一个大坏蛋，你看嘛，释迦牟尼佛在轮回的过程当中，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是动物啊，对吧？那个可敬的文殊师利菩萨，他也曾经下到地狱去啊，当地狱道的众生啊，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跳脱这个因果律。怎么跳脱？活在当下，就是我现在，我即便知道我过去是我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但是呢，我现在听闻到的文殊的法教，在这边我要超越善恶，在这边我要超越宠辱。就像那个老人刚刚讲的，生命中漂亮的那个老人，他就是超越了宠辱嘛，因为隔壁的妇人笑他的时候，他觉得他被羞辱了嘛，对吧？他的女儿他回去庆祝圣诞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开怀，因为他备受感动了。其实他老早已经都超越了这一个，为什么呢？他敢到户外去练身，就是代表他已经逐步的走向超越二元对立，就是超越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佛教称它为什么？中道，中道，中道。好，所以超越二元对立在这边，你就在这一刻，你就要发愿：我从此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从此我勇猛直前，就是超越二元对立，我不再有束缚。你只有这样子，你才有可能触及终极本质。我用这个图来代表终极本质。好，所以很关键就在这里。我要考各位，这里是门户，那么在这边你是什么能量啊？在这里，你在这个箭头以下，你是什么能量？正能量吗？你确定吗？
会不会有负能量？对嘛，所以不能说这个是正能量，这边是正能量 and 负能量，对吧？这个箭头就是让你转化，就是我从现在开始超越二元对立，我不选边站啊，对吧？王慈锦的那个选边站永远要记上，不是不选，而是我不去执着我选哪一边，我哪一边都是好边啊，我超越了这里以后，来到这里是什么能量？是高能量，就是一线之隔而已。所以你要身体好的话，你要身体能够复原的话，你在这边努力行善，我赞叹你啊！你在这边每天 K 食不精，我也赞叹你啊！但是你还只是正能量而已，因为你的思维没有转化嘛，对吧？所以为什么？我希望大家要努力写回应文，你没有写回应文，你根本不可能转化嘛。你有可能转化吗？哎，你从来没写过啊，你有没有转化？没有啊，我执行都有困难。所以嘛，一言对立呀。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大学生他读大学读假的，他跟曹之敏是同一个学校。对吧？唐祖立也是大学生，哎，这个人留学的嘞，陈嘉伦留学的，他也没写过嘛，对吧？所以你没写的话，你要转化你的思维，老实说，完全不可能了，完全不可能了，你根本都不知道转化要怎么转嘛，对吧？所以你看下面一张图。好，这个一行三昧我们不讲，为什么？这个我们已经以前就讲过了啊。好，现在就是回到这里，哎，这里就是，这边就是刚刚的那个因果律，所以这边你需要诵经、念佛、持咒、忏悔。这边你虽然摄取高能量，但是你的思维没有打开嘛，你还是很执着嘛。哎，真的有高能量吗？哎，我这样子每天食不精，真的够了吗？你还是忧心忡忡嘛？为什么呢？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嘛？所以在这边，你以为你行了很多善，但是我告诉你，那只是正能量而已，因为你的那个思维没有转化开来。这边超越二元对立是关键在这里，超越二元对立直接触及到终极本质。这通通都是终极本质了。终极本质的门户是700，这是阿罗汉。阿罗汉就是超越了见惑跟思惑。800是辟支佛，他超越了习气。900是菩萨，超越了什么？尘沙惑。师父刚刚讲的尘沙惑，到最高的顶点就是我们讲的无上妙吉祥如意妙。就是来代表什么？这个是现象界，这个是终极本质。终极本质跟现象界证悟到它本来就合一的状态，这个叫做成佛。那这是什么状态？就是你的根本是完全打开，再也没有一丁点儿的那个障碍都没有了，你的根本是会完全打开。所以说菩萨要成佛，为什么一定要文殊？文殊就是传授给你这些方法嘛。你今生有这个福报，能够在这个课堂上来学习文殊的法教，这么清楚，有人不厌其烦的这么清楚的讲给你听，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什么？对，得来太容易，然后不知珍惜嘛，是不是？所以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反省检讨。你看这个箭头，就是从这边开始上升的。所以你需要思维拔高，思维拔高要怎么样？你才会思维拔高？要写回应文嘛，对吧？哎，你不会写十个字，你写九个字可以吗？可以啊，对不对？谁在乎你一定要写十个字或二十个字？没有啊，对吧？现在我把你们，因为师父实在太忙了，
我师父把你们的回应文都交给总控尤娟去管。尤娟是跟那跟蒋如华很像的哦，他们都是雷厉风行的那个。以前你认为师父好严呐、啊，对吧？你让尤娟管了以后，你又要说哦，慈悲的师父啊。对不对？尤娟很严，对不对？哦，尤娟真的，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对吧？他不是只有对你们这样子啊！你看每一次要开除或要晋升，对吧？有成员要开除了，他要都要点评了，要晋升，从乐活群要晋升到模拟群，他都要点评了。所以你看，他那个人真的很厉害啊！他每一个人他都很。哎，非常了若指掌。比如说，他说：“那个叫什么？王富忠，他说昨天他缴回应文是8:18，今天8:59，天哪！你自己都不记得，你都不知道你今天缴回应文是几分嘛？对吧？”他说你昨天是8:18缴的，今天退步了8:59了，是不是？哎，你看这种博士也是了不起啊！哦，脑袋非常的清楚，他不会忘记。他说你有一次他逮到你说他说你胡乱写嘛，没有直击要害，对吧？胡乱写，对吧？可是第二天他给你记奖，说什么？说你改邪归正了、啊。对不对？很严格哈，对，对，真的真的很厉害。他因为他是总控，他所以他有计奖计罚的权利。他做的比师傅好啊，对吧？师傅自叹不如啊。对，是他确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了、啊，真的非常了不起。哎，又到这边了，9:10了。对，是我至少讲一张嘛，代表我们有进度嘛，对吧？阿罗汉三藏法术啊、他说梵文就是阿罗汉，然后华译就是中文翻成无学就不用再学了。这个是声闻界的四个果位当中的最高果位，那。这样子的那个成就者呢，他已经断了色界无色界的私货，已经断除了，私货就是，思想上面的，迷惑或者是疑惑，思想上的，比如说吧，有活吗？好像没有啊，因为没看过嘛，这是思想上面，见货是什么？思想是 thought， 英文比较容易懂啦、啊。thought， 你的思维上面出了问题了。见货是那个见货私货是 thought 出问题，是思想有问题。见货是 view， 是你的见解有问题，你的理解有问题。比如说四果、三果、五果，或者是说证悟成佛，这是见解有问题。英文叫 view， V-I-E-W， 然后见货就是 thought， 你的思维有问题。你常常写回应文的话，你就不容易有思维上面的差错。这种人他已经跳脱三界就是色界，还有呢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已经证悟到涅槃，无法可学，所以称他为无学。然后很重要的，我有红字，你都要特别注意。阿罗汉他证悟了四种智慧，第一个就是说我生已尽，他从苦，所以我们要感恩有苦来磨嘛，对吧？他从苦里头去证悟到我这一生已经不是我要死了，而是说我这一生我已经得到了，我生已尽，泛恨已立。泛恨就是清净嘛，超越二元对立嘛，对吧？泛恨已立，这个是灭地，灭是代表什么？苦可以止息，苦可以止息，所以不会苦一辈子、两辈子、生生世世的苦，
因为你没用方法必苦无疑嘛，对吧？阿罗汉已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拿到方法来上课，你就拿到方法了嘛，对吧？你就可以泛恨，就是清净，超越二元对立，因为你这样子你就可以灭止息所有的苦，所做一半，他说我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道地，道就是 path， 就是方法，我用什么方法去除思惑，去除思惑，去除见惑，这是他用的方法，所做一半道地，最后不受后有，这个很重要，极地就是为什么会那么苦的原因，急就是原因嘛，不受后有，就是说我阿罗汉这一证悟到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我不会再来这个娑婆世界受苦了，不来了嘛，所以它是无学，对吧？所以声闻四果，第一果是什么？来，哪一个人？上一次王金仁答对了，现在换一个人看看能不能答对好吗？万一都答不对，王金仁你就继续抢答。好，来，好来。师父还有各位同学 ，On our way ra home charger 啊，是，就是须陀环、斯陀环、斯陀含含，嗯，须。那第一个是也含吗？须陀环，三点水一个永恒的恒，右边须陀环、斯陀含、阿那含。含，哎，怎么是我在回答？正音教学，正音教学，泛音正音教学。然后呢，第四果是什么？阿罗汉、嗯。好，那你翻译一下嘛。就是须陀含代表什么意思？斯陀含代表什么意思？哦，不行哦。啊！你怎么能够回答一半的啊？还有谁啊？谁要回答？须陀含什么意思？斯陀含什么意思？阿那含什么意思？阿罗汉什么意思？师父讲过，上一次王敬仁答对那一次，师父有讲啊。来，有请王敬仁。王敬仁，你今天还没有发表高论一下。是 on a vira hong chakra。on a vira hong chakra， 你还是在泛音，然后现在我们是流行。译音 ：On Awe Rahong Chajra。好。On Awe Rahong Chajra。啊，不是 On 啊，这样子又栽到泛音了。On Awe Rahong Chajra。所以你看，译音是前面都是平的。On Awe Rahong Chajra。泛音是什么 ？On 啊，下来了。对 ，On Awe Rahong。Kachara， 对，他的那个 rhythm 是不一样的。好，来，请。弟子王敬仁师的回答。好。须陀环是预留，就是刚进入那个出国。对。那斯陀环是，斯陀环是那个一往来，就是他只会投来一次。一往来就是会来到这个凡间，这个娑婆世界一次。那阿那含就是不来，他不会再来。然后呢？阿罗汉呢？阿罗汉就是到无学位了，就是刚刚师父有提到，就是说他已经证到小乘的最高无生，无生，无生，他已经证悟到不生跟不灭。对，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须陀含是预留或者是入流，为什么叫入流？进入圣人之流嘛，所以你要理解为什么，你才会，你就不用背了嘛，对吧？然后须陀含、斯陀含、斯陀含就是要回来一次，阿那含呢不来了，然后阿罗汉呢无生无灭，他就是已经证悟了涅槃了。好，所以是啊，原来我把答案藏在后头。出果须陀含，入流，出入圣人之流，或者翻译成为预流。二果斯陀含，看到吗？哎，美女，斯陀含，
华裔一来，一来就死后来到天上一次，然后再下来，当一世的天人再下来，一次，三果阿那含无还不再投身到娑婆世界，四果阿罗汉无生就是解脱生死，已经证悟到无生无灭，是声闻的最高境界。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就代表我们起码有一个，有一个进度嘛，对吧？是，好，那师父现在要来啊，我现在要把答对的这个自摸的法宝放在这儿，请你一定要注意到，是师父的加持力在可贵，而不是那个法宝。那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拿到了张静大律师那个文本，你不要以为说啊，你就是师父，因为里头非常的精细的，师父的开示都在里头。那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就是照着师父讲的这样子念，这样有效吗？里头师父有讲啊。三德宏老菩萨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现在会看到什么景象哦？好，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方法都在里头。那你回去，下一个亡灵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就照着师父这个这样，然后念给他听，你认为有没有效？认为有效的请举手。你不用看别人啦，一二三四五，好，啊六，你有举手吗？刚刚没有，六位好，认为没有效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十四两倍多，好，你来发言一下好不好？说为什么没效啊？你心里就在想说，我下一次不要坐在这里。师父，不过呢，黄叔啊，他有进步。哎，那个尤娟有给你记讲对吧？哦，有。他说你有进步嘛，对吧？但是你今天又迟交了。哎，对。有时候会脑袋就会。你是不把他当一回事，对吧？哎、欸，要设闹钟哎，要设闹钟。刚开始不习惯，一定要设闹钟。对，哎、欸，来，请讲，为什么？为什么你认为没效、？OK， 师父，各位学长，嗡阿维阿奉恰卓拉。哇，这么溜啊！我是认为，因为我们没办法跟亡灵有沟通，然后有同频共振，所以我觉得没办法。这是我很 low 的思维，这样想。好，换一个，你为什么认为有效啊？为什么？看你做的大杯水有没有效？同理可证。哎，轮到你啦。师父还有各位。各位同学 ，on a vera hon chadra，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笑，只是，因为我开怀大笑的笑，对吧？对，不，哦，师父这样好像有点公布答案啊。我迟早要公布了，我马上就要公告了，对吧？我只是请教您的高见嘛，为什么你会认为有效吗？这就像我这样说好，就是像比如说你法会念仪轨，对，你一定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不知道说念仪轨的那个人心智不至诚，对，但是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效。但是这个跟那法会那不一样啊，这是救度亡灵啊，你要起到救度的作用，而不是只是念着好玩啊，对吧？所以不会有效啊，你。他很不错。第一个，你没有办法跟亡灵沟通，怎么知道啊？我的徒弟不是两个小时换班，两个小时换班嘛，对吧？最后看到发炉的是甘觉昂跟陈丹溪嘛，对吧？然后
在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张德宏老菩萨，我说老菩萨，我马上就要回北京了，我说你要赶快跟着我们念佛。他说你回去了该怎么办？现场甘九行跟陈南希他们都在现场啊，他们为什么听不到？你就是要先探讨这一点嘛，他就探讨到了嘛。为什么他频宽不够宽，好吗？对吧？师父为什么听到了？都可以沟通啊，为什么？不就师父的频宽够宽吗？哎，你怎么？对嘛？所以你看，师父除了能够跟他，对话往来以外，师父摄受他来。念佛啊，他不是念，他念的是就是四川话嘛。我们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对，张静大律师，他也没有跟我讲说那个就是四川话，是我这个法会圆满了以后，我出去，我第一个就问张静说：“哎，你爸爸为什么会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他基本上他根本不念佛，他也不相信佛。我说那他为什么他有念？他说那就是我们的四川话。他说他有跟着你念吗？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我爸爸基本上不信佛的。你看吧，我要证实给大家看，一个人不管他信基督也好，信阿拉也好，到了亡灵的阶段，他因为没有肉体的束缚了。他是，所以你开始针对着临时来开始，就是1963年，Sir John Eccles 为我们所发现的，那个临时。所以临时有关你信什么教吗？没有啊。很多人很疑惑，哎，我爸爸是信基督的，哎，那你要帮他做七七佛事，哎，这样子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亡灵他已经没有宗教信仰的束缚了，他是清净的，他是完全的能够听懂你在讲什么，教化什么。张德宏老菩萨全然不信佛，他不相信佛教，他的基本上就是无神论者了。但是你看他听进去了，他听进去了，然后他跟着我们念佛了。为什么？他问师父，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可以听念佛机啊，因为我还没来以前你不是也在听念佛机吗？他特别有智慧，他说如果念佛机可以取代你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来？如果你马上被他考到，所以更精彩的内容劳驾你们自己回去看，真的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拿着那个跟亡灵念，保证没有效的，因为你没有摄受力嘛，你完全。所以那你说师父，那你为什么要发这个给我们？不就是告诉你，你的生命的展望就是你要像师父一样努力修行，你也可以证悟到，你可以感召更多的人来跟你一起，一起学佛，感召亡灵，你也可以为亡灵效力嘛，不是吗？对吧？否则我发这个给你们干什么？让你拿去炫耀？你看，哎，你们家有亡灵的话，你就照这个念哦，对吧？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对吧？我要告诉你，你只要任何人像师父这样勇猛精进的话，你必然能够跟亡灵沟通，这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这不就是众生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吗？我们是跟如来是同一个智慧啊，根本是一模一样。我们现在之所以想不开，是因为我们造太多的恶业，障住了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是给了修行人最大的一个信心。只要你愿意，那勇猛正精进的话，你一定可以成佛，一定可以的。这个是带着保证而来的，对，是。